就不对，不然重要，只好去读私立幼稚园。那反正变相在保障私立幼稚园呢、啊？哈、哦，我没有替我不是说私立幼稚园就好，还是不怎么样，它有它的不一样的那个设定的方向。哦，这个是说它有它的市场。哦，维私立幼稚园办得很好，很多父母放心送到那边。但有的家长他们希望读公立托儿所或是幼稚园，公立幼稚园的部分是因为经费的考量。哦啊，我们的师资也够。哦啊，你这样把它减班或是考量经费，老师嘛不发挥空干呐、啊。哦，一再的，那个受影响的是整体的城市、整体的国家的力量。好、哦，你这样，我今日公告家哈，对下局长啊，对下主席哈、哦，主席一名哈、哦，我先来。OK， 好，剩最后九分钟，蔡玉慧议员，请第八轮发言，谢谢。主席讲的，虽然交林议员无共政党，不过伊教改这个专业，我爱个肯定了哈。即人是哪讲？较早伫台南关心，我咧听咧坐咧听，一再有时坐到下晡，听到尾啊，台南关。对一个单位咧讲啥讲啥，我不也拢做了解。虽然尾毋是我的选区，我甲尾啊大部分，原始的台南县的状况，各级市上咧讲，查了大区，我咧讲啥，我拢加减嘛知。吼、哦，最后我只能建议，大家拢讲开钱啦，作者讲升职，这是一个正严肃的议题。教育局面。偏偏接咱台南市中医省的差了三成，包括中央补助款，即种卖去讲，是了，大家拢去差钱无够。上重要，咱的财政也无偌好。我要讲这议题个是，即、這个咱市长当然明确宣示无爱变微笑。过去伫台南县的时阵，我为着即个议题，咱的王副市长、较早市长，我迄阵主张要罢免官。所以你关掉，因为伊要并位效。较早台湾标准是六十个社团楼，四十个并掉。我即摆安尼偏向小校安尼走，为了国家整体竞争能力，咱始终感觉想过讲，我也并校。我先请教恁人事啦吼，还是科长，咱进五十个以下的校有几间？学生囡仔无到五十个啦。国中啊，国小了，有几间啦？即目前有几间？无咱较严谨的讲，较早台湾六十个有几间以下啦？以后我得统计一下数啊，你报个。大约几间？个大约啦。差不多。差不多七十一间啊，七十三间内底有几间？国小咱迄、那个百人以下是八十九嘛，啊，你啊差不多三四十左右。好，一间科长，你说了个啊，并掉是，会掉会当升落，会掉会当升落一间位。伊遐是分两种，一种是财委分校啊。那卖讲一条六十人以下，直接个个会掉会当升落一间。差不多超过一千万。好，啊分校嘞，差不多以上最好拢是已经属于啊。好，好。我先啊讲，请坐，既然你我坐好，让你去困着。先啊，我的感觉安怎？好，马进哈，期待再相会了哈。一条歌，我想到我安尼想，我有去看那小校的人哦，有一班一个两个三个，你甲想一个校几十个人，一个年级几个人，免得交足济人的人伫同侪之间的竞争。你卖讲个有诶，像咱平讲讲是几个校，安尼你到两年组一个相共队。假如出来表演，按一年打到两年打拢出来，为国一队打个全部拢出来，我可以感觉就是讲偏向小校，这个技术愈来动袂掉。这经费省起来，咱补贴交通车和营养午餐，然后学杂费啊，和教师费啊，打拢个补贴，我相信，伫来补贴了，家长免个材料来个大更好，教育学生囡仔同样学习，同样成长，那竞争的时阵，敢未比家己伫小校一个班同啊两三个会较歹嘛？您敢要讨论过这个议题，还是从来没有？
跟议员报告了哈。咱在室内，咱几条干嘛讲研究这个方向？其实哈，这个财并校的这个部分哈，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想法啦哈。那但是呢，你要尊重地方不可能同意嘛。对，这个就是靠可能地方会同意嘛。议员，你要我讲一下。我跟你讲啊。嘿，对，就是说呢，像最近嘛，吼，其他的管区，吼，因嘛是有咧讲要财并校这个问题嘛，吼，啊，地方就足大的反弹嘛，吼，为什么？因为真侪社区因拢感觉讲有一间好好滴咧，上无我少年人也要转来，吼，囡仔有在读册啦，但是呢，你啊好好废掉了吼，等于我这个社区，吼，是不是规个都？更加没落了去。我知啊，伊是一个精神伦理各方面政治经济方面的中心。而且，对它就是一个文教中心嘛，好，所以我想就是对于这些学校哈，我们其实在教学方面，我们给他很多的支持哈。那但是呢，你说要整个并好，或者是说像之前台南县哈，哦40-60。这样子哈，这个可能是规模很大。既然刚刚讲好了，咱无研究这个方向个对，你自动诶，唔是用制定通过地方自治条例来有立法根据来变化下，咱无想往这方面去规划个问题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没有这样的？咱无从来，咱这目前无可能做了。咱卖浪费时间了。我们是没有主动哈，说要做这个财并校的这个部分。这个议题就是讲诶，给讲不好。因为吼，我想嘛是安尼啦吼，公用我甲你保证也袂成功。虽然大家议员建立利益拢完善，颗粒很多，可是咱市政府建的债务，实质负债1050亿。所以前啊，最近呢，咱一直政策往这面拢精简、精简、搁精简，一直咧缩教经费，一直我个人安尼想，市长认为安尼想，教经费占遮济，足济我感觉一定爱缩啦。哦，无缩都赚无钱，有够开了了啊啦！咱的税入个哦，支持率足低啦，所以一时了最近拢会看到，过去拢无看到的代志。你公用靠可能上班啦，哦，那阮蔡议员当下啦，主席底下讲我，大家在这听嘛，无可能嘛，无可能原因就是绝对唔是讲考虑到私立学校的立场，可能咱市政府债务，我刚才保证是安尼无唔对啦。所以作者来讲，拢是钱的问题，无钱办无代志。偏偏咱台南市伫六都内底，咱的税入的自主性真低啦。所以只人当然，我是阁建议讲，咱市长早晚要承认明日之星，早晚拄到这个问题。当然很多面向考虑，大家考虑不一啦。我个人建议啦。你若要无先挂钱起来，才先挂来踢别位。我咧讲，你教育小组的大家咧开会，我咧讲，大家议员咧建议的绝对你会听啊，会作烦呐，因为你拢无法度解决啦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因为你来遮嘛是副议员念念要等于，啊都无法度做未到，我都顶管了也无想要做，啊嘛唔是无爱做，能力无够嘛，是不是这样？跟蔡议员报告吼。其实吼，唔是阮不爱做啦，吼，其实该阮做，阮嘛是应当爱做啦。唔是你不爱做，无钱啊。对，啊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不管如何，吼，不管环境安那，咱嘛是爱认真拍拼，讲希望讲，吼，比如讲我头拄讲的嘛，公幼的部分，阮即马就是讲好，我们关怀的，我们散布的点更广，让小孩子可以就近来读，这个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啊。我们不会说，吼，多啊，因为安那安那，所以阮就拢总不爱做。好，我嘛是想办法要来解决一寡问题，但是阮可能无法度。大问题无法度解决啦。就是说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步到位，或者是说满足议员先进们你们的这个指导。我刚刚你报经理做教育局长咧，对无法度解决问题，因为吼，咱的负责愈来愈侪，愈来愈侪，你看前个人个一直想要缩，无应该开，伊无想要开。我告诉你保证，啊不，我们还有几年可以再见面，我们来听看看。好了，就我告诉你最好了哈，对你教育局长我的一个建议了哈。我认为你了哈，这两你听起来，我感觉你的专业领域哦有进步，棒。你的领导同意哈，有待加强。
谢谢议员的指导。你只是带人。欸、你也在讲话，用讲头前好的就好啊，不要麦阁一直阁讲落。无可能，我你有知我一摆机会，我讲拢讲歹，我无可能讲落啦。我这个人故意人，我是在话啦。我就不能安尼破坏我的形象，当当袂讲我的吼，甲你拍马屁啦，哦。来第三，你只是带人，真的差。最后一人行政效率，我感觉无偌好，因为校长甲我讲的。吼、哦，这拢有经济，讲啊，要退两三万啊，要半当拢不无。没关系，最后哪一位校长？最后就是、哦，我想要讲你行政效率。我真的也很想认识他。局长，想要行政效率差，按、啊、你发的资料，你的经费配置拢集中在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头前配置医生通过，你支付的足迹拢在后边支付。我希望你要加强这个部分，我们有在努力，所以我今天刚刚下午我有跟您报告嘛，就是说我们希望以后呢，学校申请经费，我们是两个月，哈，两个月三个月为一起，你要去加强，来签，哈，来补助学校。多谢局长了哈，最少，时间够，麦克讲，十麦克讲，我超过啊，无按照你去的啦。对不起，好，再见。Finally， 好，非常有效率的议事，准时开到五点半，还超过两分钟。好，我们今天教育部门咨询到今天为止，明天是教育部门文化局跟新闻处继续的部门咨询。好，我们今天散会。